稍微先那边试试看，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不是很好吃，可是我猜啊，有料有料。好的，拿嘛，已经签证了呢，他没有得吃呢，这
全非洲啊那些啊，还有很多个地方啊，我都不知道的啊。他们没有食物素啊，当然你给他们吃这个，他们也是觉得很恶心啊。可是我不觉得啦，就吃哦，很酸哦。我真的很像嘴巴那个火。谁了？你以后不要讲好不好？你讲了哦，人家会想的嘛。你没有讲，人家还本来很喜欢吃的嘛。哦，好过分哦你！终于吃完了，剩五粒哦，五粒吧，啊，你要吗？你不要说。要吃就讲，讲这么多做什么嘞？讲这么多废话做什么？今天还不是吃完？废话，要吃就吃。现在我们要去吃有个 ice cream， 走。好嘞，手机拿关了啊！你呀，啊，就是你啦，啊，你在那边呢，啊，吃这样久，吃，现在没有得吃哦。那紧张，我也是很饱了，回来。回了，还要做什么？我一定要吃，我没有吃，我不能够睡觉了，真的不能，我不能接受。电关了，水电不见了，我不用回哦。哎，他在这边哦。我要吃。还要吃 fruits。对了，就是 fruits。关了。喂，水电啊，赶快回啊妹。来讲几句话先。今天的 video 怎样 ？OK， 这是我们第一次呢，做这个 video， so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们也是在学习，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，like and share。啊，所以今天已经拍完一个 video 了，回家还要 edit， 不知道还多久才能出啊，不，这是一个经历啊。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 Sherene 拍 video 嘞，也是很好玩一下啦。虽然很飞，可是应该会有下次吧。喂 ，Sherene 啊，有下次的吧？有了，一定有了，教我了。可以跟你讲，就这样子，share and like，thank you。